记者罗玲君台北报道。模特出身的黄志伟近来挑战演出《悲男勇士歌王万沙浪人生故事》的歌舞剧，五月在高雄粉墨登场，万沙浪本人亲临现场观看，传出黄志伟不满意自己的演出，在庆功餐会泪崩，情绪失控半小时之后无法走出阴影，呈现人间失联的模式。据一周刊报道，黄志伟扮演能唱能跳的万沙浪，本身被克扶手长脚长肢体不好控制的劣势。当天高雄首演结束，主办方纪宝如在参会建议，你可以率性一点，更有原住民架势，肢体做出来才有大江之风。没想到黄志伟听了一秒落泪。在万沙浪，女主角唐林阿吉在面前跑到后台大哭，情绪迟迟无法平复，传出黄志伟人间神隐，电话不接，外界无法联系，恐怕还未走出阴霾。黄志伟传出现半失联状态。翻社自脸书。